道这个球，看到后卫的失误啊，而且这个瞬间我们看到奥利萨维显示出一个高水平射手的一个能力，就这么一个机会，对，就这么一个机会，对，我们刚看了他说那球只要是机会就能打进啊，对，而且打得非常的漂亮，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球网又是一次后场的突然的长传，这个球禁区里面广州队的球员王蒙龙是冒顶，高高的压在上面啊，哎呀，这个球。